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莉莉生活。我现在在坐新干线，这次的行程是在新大阪去白川乡，但我们这次要换乘好多，要现在坐到金泽，然后在金泽坐巴士，再坐好几个小时才能到白川乡。现在是早上的7点，今天4:45就起来了，然后赶紧洗了个澡，出去去 7-Eleven 买了个便当，在等车的时候把便当吃完了，现在已经坐在新干线上了。有一种坐飞机的感觉，日本的新干线也挺宽敞的感觉啊，还可以放一个箱子，还可以，腿可以伸直，是不是我腿太短？然后这边可以调节，这边可以抬起来，小桌板，然后前面这边也有一个桌子，有一个网，就这种感觉吧。现在人好少的。我现在已经到了新高冈的车站，进入他们这边的 7-Eleven 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有。这边的 7-Eleven 进来有很多的土特产，因为我们今天坐的这个车站是一个新干线的车站，所以说这边应该有很多游客光临这边。这边就是他们新高冈的一些特产吧，还有这种的海产品，还有就是伴手礼，这边都是北陆新干线开业5周年计划。然后这边呢也是一些的小的礼品，哇，一个不便宜啊，一个4900，这好像扭蛋一样的感觉，一堆蛋，然后就能开出来这几个东西，也是比较日本传统的，两个新干线，还有小恐龙，还有海鲜的东西，还有这个小人。到那边就是最近大热的《鬼灭之刃》，各种钥匙链呀，还有一些小的画，还有一个，哦，看这个，头痛、牙痛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些小的牌子，600日元一个。哇，这个奥尼基里我第一次见到，这好像是他们这个省市的限定吧。哇，怎么这个样子呀，还带的，看着好恐怖啊，这个看着一瞬间就没有食欲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新高冈的车站要等1个小时，现在10点，要等到11点坐巴士去白川乡。现在这个车站这边非常非常的宽广，今天天气也非常好，在大阪今天好像是也就10度左右，没想到到了越北边这边竟然到了17度，并且还有雪。在大阪我们根本看不到这种积雪，我们今天要去这个白川乡的目的就是为了看雪，但是能不能看到呢还另是一回事情。我们的车来了，世界遗产巴士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白川乡了，哇，好刺眼啊，这边全是雪，过坐车坐都有点坐懵了。这个因为盘山公路嘛，各种拐来拐去的，哇，受不了有点。然后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边的雪好厚啊，我明明来这边，我本以为这边没有下雪，然后呢现在天气也很热看不到雪，没有想到这边的雪哇超级厚，虽然没有下，但这个积雪很厚，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差不多可以到我的胸部这边。哦，有没有看到这边的房子就是很日本乡下的感觉，但是这个乡下的房子跟别的乡下还有点不同，他们有当地的那种特色的房子。看一下这边的雪，哇，它都比我高，有2米高的感觉，我跳进去的话直接可以给我淹没。看哦，哎，哇，这个雪感觉好粗啊！
雪好粗，感觉。OK， 山上的雪都已经化掉了。完全没有什么游客来这边。现在，刚才车上就我们几个人，正常我觉得应该一车人，只不过说现在大家都来不了。对，这种房子就是他们这个乡里边比较传统的房子，应该是。反正我在照片上看的全是这种房子，有厚厚的草席的感觉。哇，还是有挺多人的。哦，这个是除雪机，应该，我觉得它把雪吸上来，然后从上面排出去。哇，好久没有看到雪了。我3年前回过我老家东北一次，就那一次看到雪了。在这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雪，因为大阪根本看不到雪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同样的是一个大阪，我朋友他们那边就偶尔能看到一点雪，但是没有积雪。我家那里就什么都看不到。先找一家店吃一口饭，好饿呀！啊，看一下这家店都有什么呀？麻婆豆腐，还有日式料理。来这边当然要吃一下乡下的日式料理了。这是店内的情况。我们进的这家店叫做白水源，上来会给2杯茶，一壶茶。对，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的菜单，一开始我们想点这个来着，但后来也想我们的民宿晚上会给我们准备料理，现在是2点，我想就随便吃一口简单的就行了。但这种套餐真的好好吃的感觉啊。哇，还有和牛啊。然后我们这次就点了乌冬，一个这个乌冬860的，然后还有点了一个这个乌冬920的，是带鱼的这个乌冬。这边的也有套餐哦，就是他们推荐套餐。我刚才看到一个3000多的套餐哦，这个3500日元的套餐也是和牛。今天真的好累啊，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。这个店里可以选择这种席子的，我们就选择了在这种地方，也可以选择坐在那边是桌子那种感觉的。这是我们的位子，很大。我的乌冬终于到了，都快饿死了。一个烤鱼，然后还有乌冬，哇，好棒的感觉。这个颜色好漂亮。这个料理就比较日本传统的料理的感觉，很健康，很清淡。哦，这边是那种碎的萝卜。为什么这个鱼这么黑啊？这个鱼好像不是烤鱼，好像是酱油的味道，有一点咸咸甜甜的感觉。这个草席好厚啊，我在想它下雨的话不会漏雨吗？我们现在在往山顶展望台那个路上去。之前我们在2点的时候比较热，然后把衣服全脱掉放在了民宿，那个老板告诉我们等一下会变得冷哦，我说没关系，我幸亏没有跟他讲我是来自东北的，没有想到这么冷。现在在往山上跑，等一下在山上大家就能看到整个村庄的景色了。在这个半山腰的时候就能看到非常漂亮的景色了，如果到了上面就会更漂亮。据说到了晚上这个村庄上面这些灯都会打开，就非常非常漂亮。但是据说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个活动被终止了，所以说有可能看不到晚上的景色。但是如果看不到的情况下，我会在网上下载一些照片给大家看的。现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最好的位置了吧，大家都拿着很大的相机在这边拍。对，在这边就可以看到整个村庄的样子。现在变得温暖一些了，太阳又出来了，刚才真的很冷。